業嘅瑜伽課程主要係為癌症嘅病患者而設計嘅，咁當中嘅動作比較溫和同埋具有治療嘅功效，好適合喺治療當中、痊癒當中，甚至係已經重返工作崗位嘅患友嘅。我哋每個星期係提供多於20堂嘅免費瑜伽課程，咁上課嘅地點好方便，分別遍佈咗港九、新界各區嘅。我哋嘅課程入面包括瑜伽式子、呼吸練習、靜坐、重唱、瑜伽大休息，甚至係愛笑瑜伽嘅。專業嘅瑜伽導師除咗經驗豐富之外，佢哋亦都特別重視個別學員嘅需要。而老師嘅熱心、佢哋嘅愛心同埋佢哋嘅細心，亦都係我哋瑜伽課程受歡迎嘅原因。根據課堂之後嘅調查顯示，學生發覺咧喺呢個瑜伽課程之中最大嘅得著主要有五點。第一，佢哋發覺喺佢哋身體同埋精神上邊有得到一個放鬆同埋舒緩。第二，佢發覺佢哋內心平和咗，而第三，佢哋亦都慢慢開心咗啦。第四，佢哋睡眠質素亦都改善埋，而第五，佢哋發覺冇咁有壓力啦。咁有一個學員，佢上完堂之後，佢話佢喺呢個半鐘頭嘅瑜伽課程入邊，佢居然忘記咗自己癌症呢一個事情。當然啦，喺我哋嘅瑜伽課程入邊，除了話強身健體啊、伸展下身體之外咧，其實我哋最大嘅目標係希望學員透過佢哋嘅呼吸同埋動作嘅配合，將我哋嘅身心安住於當下一刻。當我哋能夠回到當下嘅時候，我哋會擁有一個更加大嘅空間去享受現今呢一刻嘅美好。